这阵啊，我认真思考过，我总算是想通啊。我打算要离开家，重新规划我新的人生。志玲姐啊，你会安尼做，敢是因为我甲慧婷的关系啊？康康，你卖误会，即摆你对我来讲。就像是我的亲人同款，我对恁只有无限的祝福。我今仔安尼做，完全拢是为了我家己。其实，俊杰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叫我一个妈妈，还佫一片白条。我应该是帮伊自由的时阵啊，做个妈妈相信你离开了啊，你一定会愈来愈好，妈妈照顾你。啊，多谢你。听你讲啊，爸爸就无要阻挡你，啊，不过你还会记的，这永远拢是你的家。你若是感觉忝啊，随时拢会当回来。多谢你，爸。俊杰，不管你人伫倒位，一定让我知影你的消息，听见无？你放心，我会。机票我已经买好啊，但是今仔暗时会回恁家。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嘛会等我的办公室，甲一寡物件小清理一下。哎，娟姐。多谢你，不用。林秘书，好，我知影，你请伊先去我办公室等我，我随过。想卡？林秘书卡来，伊讲想买个优惠来催咱，跟你是有甚物代志，要跟咱讨论，咱来看卖者。好，那我再来办公室。好，伊是一个人才呢，伊若是会当留一个一品搞到三工，我袂输如虎添翼哦。讲甲袂输，敢有啊无啊拢无差共款。哎呦，是毋是有人咧食醋啊？我无这意思啊，你是。哎，小董是帮我拿的酒，那就快休息吧。我去看卖好不好？我去。李白，冯玉丽，我来替你打扫办公室。麻烦你啊。
迄个无来吃啊，人已经去出出。好啦，迄个，迄个。奇怪，公司的火车拢是用来载食品，为什么有清洁工将清洁车放伫咧火车顶面？是李俊豪，你哪底下？系啊，一定有问题。李俊豪，李俊豪。喂啊，拄才伫公司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伫拄只，迄消防警报响，咧叫啊，我着出去检查者。哪里会联人诶？会联啊，会联起码无伫迄办公室啊。哎呀，一定是出代志啊！因为我拄才看到李俊豪假作是清洁工，而且佮将一台清洁车塞去火车顶管，然后开走啊。好好，我想着，我想着，我拄才有看到一个清洁工。一定是李俊豪，火电哦，一定哦，会插伊伫咱清洁车内底再走啊！我即马随开车过过，你赶紧找人调查下。好，咱保持联络，好。等下，我找到俊豪啊！一品，经过这么侪风风雨雨啊！现在当时需要人才的时阵，您若愿意回来跟我斗相共，我当然欢迎啊。大姐妹，快点啊！迄个李俊豪爆炸啊！哦，俊豪这个囡仔哦，啊，到底惹偌济代志出来，伊才甘愿啊？伊敢唔知啊？伊安尼做，唔来害着别人，咪害死家己咧。阿刚，你敢知俊豪甲慧玲抓倒去？我唔知啊，唔过俊杰已经开车入过啊。哦，阿叻，你去甲伊联络，看伊即马伫倒位哦，咱先挂过。好，小美啊，我看你就留伫咧遮，等阮的消息啦。好。不会啊，我是伊的妈妈，无得靠我甲伊讲的话，伊才听得入去啊。阿叻好，咱行，行行行，行。你是不是总会停下走？无唔对啊，不你个定啊！我今物在对着你后壁，你绝对走袂去。赶紧停车，放火离开！无可能啊！我想要直接财产、名声、亲情、所有一切，拢回收你。凭什么一个人得到所有一切，我说什么都无啊？就是你讲什么笑话啊！你今仔变成安尼，拢是你家己做的啦，跟一点仔关系拢无，你是无辜的。较早的，所有代志今仔做一摆解决。李俊豪，我警告你，若是敢卡掉，我绝对袂帮你双手抓着我。李俊豪，喂，李俊豪。喂，阿哥，我即摆咧叫李俊豪车，伊甲火力在往山脚迄边去啊。你去做啊！李俊豪，你可以笑什么？你不可以做手工，你来这么冲啥？我这不要让你再干翻啊！我就是不干翻呀！凭什么你当等一批这种典礼？我是什么都不是啊！你对我们手工不公平啊！讲你不公平，你是要家己做进来的，我怎么跟你怪别人？你是不是这么亲切？你不是用的公平义啊！你是可以笑什么？你，我是你想，都是你变过来，是啊，你不是。李俊豪，你别管，别管你的命啊！李俊豪，你将慧婷绑回家。我是来找你的，说谁个短？我沈哲雅是我，还是你？
你跟我做了，我以为我要有这，这是给我坏，难道男朋友也真心？嘛是我好像挂着你，为什么这些这么多病？那是因为你害我出墙，害阿妈掉我昏迷。后来，你敢做出真正对不起你家的代志，所以你才让我挂嘴。这家人是不是有你家恨？一点不可能拢无。我不理你，你敢害我的手，赶紧救回去。现在你让我有你，你我愿意悔改，只要他们回头，所以你才可以原谅我。我才求你，你若不知他们回头，甚至跟这妹姑啊，不行路边，你叫哪一边我原谅你？喂，你做了对，我做了不对。我开始我记得的，现在等着在家里，站住！李秀，李秀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。但起码要跟姨夫回头，跟总会庭办开，有啥问题？好好讲，好不？我跟你无啥好好讲啊！我已经无回头了啊！我本来计是，我会当一头出去。我最后希望你莫回去啊！所以你一家作对，可是把你心结帮我耍，你根本是我的亲生。这世间有你就无我。好！今日你怎样问我，你就针对我来，就会停办开。哪里贵啊？我就放开你走。李俊豪，你们是不是吵鬼了？等你啊！林姐，你赶快救我！阿丽，我老死！你别说话，威廉，我跪，我跪。林姐，林姐。徐志贤，你有甲几个时间哦？就说你大概大一包终身药啊！我知你心内爱做爱做爱坏钱的，你是讲知影你爱人是你兄弟安康，你是不放，你是放弃家己尊严，你直接是戆人戆人的。你以为是讲啥物？我已经跪落去啊！你顶着火已经放开。我可是做来的，我真好死，你就刚开始我吹口口对吧？还个苦又跟你有事，就刚生不如死，叫你这不说你干，不说拢干，我看你这样痛苦，我之前学这么，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么不好好吗？俊豪，你妈妈讲话你有听到无？给躲好啊，躲好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给你杀了！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好，我听你，听你的话，我拢无要过去。俊豪，趁钱嘛，这么大事还没发生，赶紧把火灯放开。对啊，我给村家送去白银，安尼。阿你嘛无代志啊，对不？你卖骗我！你这个是要救坏你个俊杰？个人关心过我？咱来去报警啊，对不？你不要把事情搞严重！贤川，你做不人看无啊？你要跟你爸母共款，好啊？既然是安尼，我给你我顶上来！哎呀！俊豪，是妈妈拜托你卖个做公仔机啊，赶紧回头好不？我真就不敢玩，我不敢玩！俊豪。
你咪唔敢玩好不好？听妈妈的话，别落安排我啊！只要你今麦肯回答，妈妈会陪你作为忏悔改过，就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最好，爸爸妈赶快。你最爱的时阵，爸爸无陪在你身躯边，阿妹哟，爸爸绝对袂离开你。你最好永远永远是我的好后生，爸爸嘛绝对袂放弃你。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莫阁错落去啊，好无？志豪，我嘛跟你回信嘞。虽然咱无血缘关系，阿唔过唔管怎，咱都做过过来十年的爸仔囝。我当初无在你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你，这是我唔对。是我的责任。你给我讲话，我想叫你道歉了，对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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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，俊豪，你听我讲，我知影，你今麦有遐尼侪委屈，遐尼侪痛苦，拢是阮爹一代的感情债，给甲恁拖累着。我这做时代，就是赶快就死嘞，我才甲恁回死嘞，我甲恁死嘞。更加侪时阵，我是感觉我心痛，还佫有遗憾。我跟大家拢是一家人啊！我跟你讲，亲人的感情无遐尼简单就无去啊！那你看我跟你妈妈，我跟你妈妈已经好解啊！那你跟你讲话大冤仇，我都透开，我都化解嘞！你相信我，在我的心目中。你永远永远拢是阮理解的人，你永远拢是阮的囡仔，你听有无？我阿公真是怪物啊，怪物啊！志豪，你听我讲，永远拢会。现在你唔肯听阿公讲话，现在你喜欢这里做这里做这里做唔对的代志。这里的臭狗才是尿尿，公仔我哎，做一个美狐，这次都美狐啊！哎哎，大家就快点绑尾号吧！李俊豪，李俊豪，都我扛过来啊！我要开枪啊！有人受伤，叫救护车。是。不要开枪！不要去开枪！我后生要自首，你不要伤害人，你不要开枪。跟他争气。我以后永远是嘛跟阮囝做担保，阮囝不是歹囡仔，伊不信善良，伊袂伤害慧婷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哦。李俊豪，你有听到无？恁爸爸、恁妈妈都替你担保，放下武器，赶快投降。慧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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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俊杰，俊杰，哇哇啊啊！俊豪，只要你肯开口自首。都是妈妈的愧疚。我无代志，妈妈在这，妈妈。好好好，让开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
时间差不多了，阿达里娜也未回来。你想做咩？甲俊豪害死？你想做咩？将你斩你，快请来怕死！我无啊，敢有啥物人看到我甲怕死？迄是伊以前歹代志做伤多啦，迄人来报仇的嘛。你个骗啊！心肝这么强大的人，做个人是你。对啦，真正是足残忍的，你真哩无情啊！俊豪今仔日死啊，你李局长都爱怪我。讲出来是，我想要做要这么贪心替你。我若是要跟你做伙，我连甲俊豪今仔日都袂安尼啊！哎呀，老师。爱心不变，谁都爱怪我，爱怪我，怪你！林好心的事，就是爱怪你。安怎？你若感觉真唔甘，感觉真对不起，真简单嘛。跟他参照你讲的同款，你嘛去试试。对啊，我嘛做伙去试试好啊。要唔过你放心，我若真正要死，我都和你做伙去。跟我俊豪离婚，跟我俊豪离婚。你要甲我开哦，开看卖啊！掉落就有声啦，砰！开啊！
是为着咱兄弟情。呀！头脑快点走，警察官，让开！江海先生，你涉嫌叫你的下骹手人阿达利害死江俊豪，已经当场去予抓到啊，嘛承认啊，连你使用的武器拢送去鉴识科做鉴定。你另外一个下骹手齐某志，伊承认是替你担罪，而且伊嘛提供你过去所有犯罪证据，交予警方。专做污点证人，金爸，我要将你移送法办，你可以保持沉默。我说明。我都死，别靠近他啦，卖个鬼鬼，家里朋友。恭喜俊杰老路来，来一点好好把他照顾。是啊，哦，刚才迄刀无拄着，伊五脏又好，无啥，伊真正再见。就是讲伊即马嘛好，了真好。啊，对啊，伊跟我讲，伊当时要出国啊。无呢，伊为迄摆到即马都拢无个提起啊。哎，敢会是凶啊？改变做伊无要出国啊？安尼真好啊！伊就在踮伫公司甲我斗相共，我就想办所在跟他签到。伊啊，阿对啊，你得较细意。阮即马村里个业绩哦，吼愈来愈好。一片嘛进步就侪好无？哎呦，咁真正呢？无好啊，咱来加一个，变一个后期个业绩，啊看谁个业绩较悬啊，那是输个哦，而且一个月上来好无？好啊，上条线，来比就比啊。慧玲，即卖你的身边有爸妈，还有阿康陪伴你，我就放心啊。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阿康，爸跟妈都交你照顾啊，请你原谅我做出这个自私的决定。我即卖要离开啊，从今以后，我要放下过去所有一切。到一个无人熟悉我的所在，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今麦我真轻松，真快乐。多谢你，彦平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亨利的案件已经调查结束啊，所有证据拢证明讲凶手就是江可欣，啊，佮有秦某琴冒出来作证。伊嘛唔知影江海是安怎甲新娘的行踪移植顺序提前，啊，不过这表示你嘛无犯教唆杀人罪。啊，不过迄并不代表我是无辜的，不管法官安怎判，我拢会接受啦。彦平，不管你会乖偌久，我甲囡仔拢一定会等你回来。还佫有我，咱一家伙后爱孤孤单单幸福过日子。水果。心肝小话，感谢您的体谅啦。啊，对啦，
市场改建案即马进行了安怎？哥，你放心，一切拢真顺利。虽然讲建筑唔是我的本业，也唔过我遐个还团，佮有社福单位的朋友哦，拢做到三工的，给我足侪建议佮帮助。还佮有欧秋佮小 A 两大护法加持，所以即马市场改建啊，会当讲是进度超前。下面就要举行动土典礼啊！嗯，哦，安尼看起来，我这小妹比我佫较贤呢。当然啊，我只是欠栽培尔。啊，好好好，歹势歹势，我无甲你好好栽培。无啦。观世音菩萨，心如无相美，欢乐弥陀，六根不净。在此法院代发修行三年，修学佛法，积福积德，愿修改戒，不为五欲所动为止。愿观世音菩萨开恩。市场的大日子，阮两个是讲要加出一份来啦。对啦。哎呦，我拄只吼看西咧，要戆戆咧，分开分手咧。哎，阿同志，你哪会讲？是群会受大苦，我拄仔人哦，根本软脚咧。文雄啊，你安尼袂用的啦。我咧啊，以后吼，逐工偷菜，你跟我来公园拍拳，我会好好甲你训练一下。咱即马哦，先赶紧请新娘替咱讲几句话啦，唔当去耽误着迄档口的事情啦啊！多谢大家。其实今仔日会当走到这步，拢是大家的功劳，是大家坚持正义、原理书，才有机会会当得到这么圆满的结果。多谢一凡甲奇义。当初不顾性命危险，甲恶势力对抗，嘛还感谢谢总裁鼎力相助。上重要一点是，我还感谢大家，红哥有弥补错误的机会。我保证，我会用心重建，绝对袂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。这戏出那是起好哦，阮国胜甲雨杰，阿爸托未必搞得来呢，到时阵阮兜哦都是四代同堂啊！有意哦！讲阮兜博义甲嘉怡啊，因出国研习，阿博义打电话转来讲哦，最近的嘉怡哦，拜托，这一定是有心啊啦，我要紧替伊准备新房啊！哎，阿那是真正有心哦，甲你恭喜恭喜恭喜哦！
他都没有讲，你这样做呢？李夫人，和恁李家哦，嘛是阮的好厝边，过去哦对阮市场阁付出这么多，啊是不是当哦请你啊，让阮大家哦讲一寡啊祝福的话？哎、欸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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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免啦。妈，别客气啦。来啦来啦来啦！非常感谢各位好厝边，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甲大家徛做伙。真正是我真大的福气，祝福咱永盛市场改革会当顺顺利利，大家早日住新厝。爹爸，我跟你讲哦，等阮吼改革完成哦，阮住的跟你同款是豪宅呢哦。哎，同款就无同师傅的，人李家是豪门大户，啊，咱是市井小民，要来跟人比啦。世明。唔通安尼讲，阮李家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我内心有真深的感触。其实，豪门并不是讲厝起了有偌水，或者是讲厝内有偌侪财产，应该是讲咱为这个社会、为咱的亲朋好友、为咱身躯边的人付出偌侪。李老夫人，你讲无唔对，真正海王去李家住一段时间。要不过陈俊遐尼啊偏心的人，就算是住好处，嘛无资格讲家己是好。内心富足，才是真正的财富。只要咱大家心存善念，为人人付出，每一个人拢是好门。爱你。